黄昆仑，河南商丘人，来北京6年了。您那边房主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，隔壁坐着啊。对，坐着，就是到时候店长会先。温亚龙是他服务了一个多月的客户，今天客户终于看中了一套房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周期如果越短的话，他价格会往下降吗？对，那就先按8个月说呗。你按只能按6个月。能拿出来多少钱？10万。啊，对，这个数都没拿到，我估计你我。估计也没法聊了。这几个月，这半年，你让他租1个月8000块钱。他可以进来住，把这租金给我。但我们现在关键卖不出去房，拿不出这个钱来。40万，就压力非常大。都有压力。这已经把底全部都交了。我的底价就是这个。卖方要价425万，买方开价400万，中介就是站在中间把双方往中间拉。今年您加到410，咱们才有的谈，要不然根本就没得谈了。那不是，那根本就谈不成。咱剩下什么都别说了，最终得到408就完事儿了，然后成就成，不成就算了。您这确实真的是已经尽了最大的力了。420-418-412，400-403-408，差距只有4万了。买卖双方终于决定见面了。咱两方表述一下，咱们可以想办法，对对对，把这个价格能往上凑。您这房子是好是好，但是我有我自身的就是一些情况，几乎是举全家就是3家之力，包括我们父母，再让我爱人父母，就是把能凑的全都凑出来了。而且我爱人年底又生孩子，又一笔各种乱七八糟又要出钱，这个东西我不可能说是手里一毛钱不留，这也不太现实啊。嗯，那就看年前能不能双喜临门了，是吗？对呀，你两位就相当于给孩子包红包了。这一轮的博弈没有结果，继续下一轮。您这到了最后肯定还得重新装修还是什么呀？对呀，所以说现在我连装修钱都没有，肯定装修不了。现在这装修我现在都没考虑，就完全没考虑。有孩子至少两三年之内是装修不了的。装修不了。这也是有问题以后。装修质量上面肯定没问题，因为我是本身自己做装修的，对，自己做装修的，主要是自己工人干的。这一轮达成了一些共识。就是您现在就是说还有一个什么困难，就是首付这块是吧？就是定金哈。对，因为现在手里真的没有富裕钱，就对这个定金这件事情，其实从我来说还好解决。比如说您可以留着这些钱，比如晚一段时间，这个我也觉得OK。这样的话，比如您孩子出生也可以。又靠近了一步。我理解您的意思，但是就是实际情况来看，这个定金它也是在我买房的总的那个钱里面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啊，是你看现在我就是总的，我现在凑不够，定金我给你10万20万，这我总的不够，我现在总的现在咱们达不到您的预期，所以说这定金我交多少都没意义了。又回到了原点，温亚龙为了未出生的孩子拼尽了全力。那你也不让，这边也不让，方方面面，那咱就让吧。那确实，两方都在去靠，确实都在去靠。哥，您确实让他很多，但客户这边确实也加了很多。我们这边也在多让步。是，咱就现在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。那没数再找钱。4万对他们来说，该借的都借过了，也知道您这有难处。然后那个，我们后来一点一点的，不行，我们再去凑呗。然后不是这不还有几个月时间吗？再发工资，然后再凑，就包括其他房们能找的全找了。对，这是全给算的。所以这看房旅游确实是。因为之前现在就是不包括我父母那儿借的啊，已经借管其他亲戚已经借了30万了。加上贷的，加的公积金，一分我一分都不带留的，一分不带给。我知道，就是所以我说嘛，不是说让您先在这一个规定时间内去把这个钱凑上，已经是底价了，真的不能再降了，所以我们只能给您想办法，把这钱往后挪一下。先落户，落户3到6个月之后再给这个，再把这钱。总价肯定是对我们来说是不能再那个。我们表态，我们已经很那个掏心掏肺的表态了。是就看人家确实也有难。确实有难。
现在能不能考虑考虑？我们俩再商量。行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再商量一下。还差20000元，这次的买房谈判没有成功，黄昆仑失败了。一开始碰见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会很可惜啊，毕竟你想嘛，从带饭，可能带的不止一套房子，可能是十几套、20几套，这都很常见。然后，但是最后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了，都没谈成，肯定很可惜。但是时间长了以后，干这行业时间长了以后，就会觉得，就属于很常见了，就习以为常了。2020年初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，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。需要和客户建立联系的房屋中介市场，一房难卖。这种情况下能卖到448吗？卖不到，绝对卖不到吧？那现在这种情况下，预判来说，一定比去年最差的时候还差吧？换句话来说，现在他不就是拿生命在卖房吗？这段时间，黄昆仑比房东还要操心房子，因为房子卖不出去，房东还可以等，但他等不起，他要在北京活下去。赵哥，我们今天过来看了，确实是挺严重的。你看这边是我插好的，然后插完之后就基本上看不出来了。他肯定是想在北京买房的，当时说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每天在这工作，然后看着这房子，有的时候也会想要是自己的多好。当然了，这光想是没用的，肯定得靠自己努力，希望争取在自己工作10年后也能在北京买到自己的房子，从在北京北漂到安家。